1983年，在牛河梁遗址出土的一种猪的头和蛇的身子复合而成的绝形玉器，成为了大家关注的焦点，人们称它为玉猪龙。玉猪龙为秀眼软玉，通体呈牙白色，肥瘦大耳，稳步平齐，三角形切口不切透内缘，身体首尾相连成团状卷曲，背部对钻圆孔，面部以阴刻线表现眼圈皱纹，整器似猪的胚胎，首尾衔接如环形的玉猪龙，较多的保留了猪的形象。玉猪龙明确出土于墓葬中，而且成对佩戴在墓主人胸前，是社会地位等级权力的象征，是按照一定规格制成的原始礼器。玉猪龙多出土发现于墓主人胸前，象征着墓主人的某种权力。在先民祈天求雨、农业丰产、人丁兴旺的祭祀活动中，玉猪龙可能被作为一种通灵的神物，执行着沟通天地、沟通人与神之间关系的职能，是持有者身份和地位的象征。红山文化是中国东北地区最著名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之一，在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社会发展进程中占据重要地位，对东北亚地区同期或稍晚阶段的史前文化曾经产生过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它的发现将中华文明史提前了1000多年。